作为联盟新生代的得分后卫，扎克拉文在进入 NBA 之前就以极为劲爆的灌篮闻名篮球圈，而进入 NBA 之后，在一年一度的扣篮大赛上，拉文一战成名。在2016年的扣篮大赛上，拉文和阿隆格登献上了可以说是21世纪以来的最精彩的一次巅峰对决，最终拉文拿下了那届扣篮大赛的冠军。拉文拥有惊人的弹速和起跳高度，超长的滞空时间和充满美感的动作让全世界为之赞叹，各种各样的高难度动作手到擒来，让观众们大呼过瘾。